見えねえ顔だな。今日からスズランだ。おい、ジョロニモ、今何やってんだお前ら。君もスズラン？次はお前らの仕事作れる番だ。楽しみだ。楽しみだ。ボスと戦争なのか。ああ、ネタ集めねえとな。何やったか分かっとる。新参者にすすらんの看板は重てえな。ケンジ、てっぺん取れよ。你是 DJ 什么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二位都是有经验的人。谁要的太厉害了，长生斋。我要的播的，这比播片弹飞还难看。谢谢。真敲到这儿了，哦，敲到这里需要掉。没有用，那钉子呢？这样敲三下。哦，是吗？拿来了没？来，给我拿弹珠。那弹珠给我用一下。好好好好。让他打一下。弹珠的力气不够的。水地上太湿了。叫他把它弹飞。听不听这里啊？我找你两个人帮我上去站一下。你是在准备艺考的东西吗？你说你在准备艺考的东西吗？那边请，快快快，那边请。我要来看视频，看视频别人怎么错接的。
这样吧。二番半酒醉。开始了，好嘞，好，来各位老师，开始了。所以你们俩谁第二个？马家琴。
说我开伞开得比你好还是你比我好，我不知道。 OK， 现在你要跟我比较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开伞开伞，我跟你开伞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现在你要跟我比较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快乐的热身，快点兄弟赞赞赞，快点兄弟赞赞，快点兄弟赞赞。你那结尾太难写了，你嘚瞪一下，我后面怎么接？那个小丁。对，张金远，他仨是已经18岁，还有14岁，有这个16岁，他16岁，16岁，16岁，没有14岁，没有14岁。我听过一首，名字一样，姐姐，对对对。好，哥，一会儿去，一会儿。